这里是厦门仙乐山土地公庙，大年初九敬天公。欢快的歌声萦绕着，小口敞开，好运常伴。新的一年有新气象，恭祝大家新春吉祥。新的一年有新方向，祝福大家健康成长。每年的正月初九是闽南人的大日子，仙乐山的土地公庙一大早就迎来了众多香客。一进入土地公庙，我们就去请香了。我现在要拿着去点香。天公也就是玉皇大帝，初九在闽南俗称天公生，也就是玉皇大帝的诞辰。这一天的热闹程度堪比除夕，场面超级震撼。这里是太岁殿，大家可以选择生肖的来拜拜。你们知道这是在做什么吗？有知道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跟着亮哥上完香后又逐一上功德，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来感受一下吧。从土地公庙出来，你可以走一走厦门的山海健康步道。站在这个位置，你可以看到飞机飞入厦门和飞出厦门的场景。